的小腰部零件了。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不装的话呢，整个胸部是没有办法插到底的，所以说这个零件一定要装。但是这个零件安装的还非常松，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固的。那么外侧的小机械臂啊，能够进行多段的弯折，呈现一个机械臂的释放样式，主要呢就是为了挂载这款模型手持的两把主武器，这个应该叫什么我还真的不太清楚，这种公式不详了。前端的炮口以及红橙色的分件都是通过了分件进行展示的，这个效果呢还是可以的了。下端呢还可以翻出来这款模型所附带的这么一个刀刃了，整体的效果确实比较好。这款模型的武器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点。上方的花槽啊也是带有一定的活动的，主要呢是通过了这个花槽以机械臂进行连接之后呈现这么一个握持样式。但是这个机械臂啊非常非常的松，而且调整角度来说呢会非常非常的麻烦。这款模型在整体的设计方面呢，其实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所以我索性就不许用这个关节了，直接握持在手上把玩会更舒服一些。两把手持武器呢还可以通过连力呈现一个双持的这么一个释放样式。在裙甲部分，前裙甲呢属于连轴的结构了，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从中间给它裁开。侧裙甲部分呢能通过配对件带有一定的活动性，但是因为机械臂的干涉，这个活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了。后裙甲为不可动结构，而且非常非常的松，需要各位进行一定加固处理。在整个腿部可以说呢是真的是松到了极致了，基本上你就摆动作，这个上臂旋转呢一下子就容易拖出来。整个膝盖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软的，而且整个脚部呢也是非常非常软的。这款模型想要实现自主站立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有一点比较欣慰的点，那就是在翠绿暴风身上是采取了一个轴跨，所以说在整体的可动性方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了。但是这个可动性呈现的效果真的不是特别的好了。整个腿部的细节分色其实处理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作为一款老 HG 来说呢，整款翠绿暴风在这个分色方面做的确实真的比较不错了。那么这款模型的主体身上呢，所有的东西我们进行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们进入本期的修车建议。由于这款模型的整体的零件是比较硬的，所以说最后呈现的效果真的是拼装比较紧了。首先呢就是在 A20、A21、A36、A31 都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这个 E1 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的，头部的 B3、B2 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面颊部分的 E2 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整个手臂部分的 A26、A24 是需要进行这个地方的 PCE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固的，也就是这个地方肩部会非常非常的软。在 E6 两侧的这个卡槽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消除的， A30、A43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处理，在整个肩膀部分的 D10 以及 D9 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处理的，手臂部分差不多也就是这些了。在整个脚部部分呢， A33 以及整个的 A38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A10、A9 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腿部的 B8、B6 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B18 和 B20 也是需要扩孔的，武器部分的 D14 以及 D13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那么这款模型呢剩下的也就是所谓的关节松软的地方，这个啊真的就是不太好处理了。那么整款模型呢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总的来说，这款模型呢其实最后的拼装体验以及这个成品效果呢我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的。但是我推荐这款翠绿暴风的原因有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更改素材，毕竟这款模型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以及它的一些机构啊，其实相对来说在一些改造以及 HG 模型来说呢其实都是可以适用的。所以说这款模型呢如果说你买回来想要把玩，那么我建议啊就给它 pass 掉，如果是你买回来给它当做一个改造素材，那么我相信啊这款模型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款模型的。那么本期的西狗模型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